木雕、玉雕、斜雕，不好意思啊，石雕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点厉害，有点厉害。这个电影好像我妈比较爱吃，拍起来。OK OK， 这个好像是当地很有名的鼓浪屿上。这个时候就可以解说一下，现在这个晒得通满身通红的老爷子主题，现在他是买沈家肠粉，可以为这一代最亮的一家店，说是价格比较合理吧之类的。然后这边的土耳其小哥把这家阿姨逗得好开心的。这就十二块的肠粉，不咋地。咋地？没粉。这是不是你喜欢吃的？没粉。还黏呢。刚才那家点的麻薯。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岛上面排名前三的东西，怪不得这么多人排队。